So just chill to the next episode. It's like this and like that, like this and up. It's like that, like this and like that and up. It's like this and we got the love.完全放开，我曾经因为练这个动作压到我的脚趾骨折，但是我没有因此放弃。它是我的工作，它是我的生活，它是我的一切。我希望大家等一下看完表演的时候，不要直接转身离开，走上来给我们表演者一点支持与鼓励，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我准备好了，完成我最后的动作，大家准备好了吗？ 看我在台上表演的这么辛苦，大家是不是冷漠？是对的吗？再一次，再大声一点，大家准备好了吗？